Hello， 老铁，给大家出一个冲藕粉的教程啊！很多人都不会冲，是不是啊？好多人都冲不成功。来，一勺藕粉，老铁，两勺藕粉就能冲满满一大杯，然后再加入两勺冷水，然后把它充分的搅拌均匀，倒入100度的开水，哇！满满一杯，充分的搅拌均匀，哇，搅拌好了，老铁，炸虾炸虾，虾太大了。